历史最长的 P 系列反而现在看起来是最年轻的，不再像以前华为的手机啊，硬件直接输在起跑线上。从 P 到 Pro 啊，从 Pro 加到 Ultra， 改的是名字，不变的是灵魂。那大家心心念念的华为 P70 终于来了。那这次没有发布会，但大家很明显已经做好准备。Mate 60线上线下的火爆已经证明了自己，但作为一台旗舰，它的影像有点遗憾，特别是对于 P 系列老用户啊， Mate 60 Pro 在某些表现甚至还有倒退。那这点呢，其实也可以理解，除了40系 Mate 本来就不是专攻影像的，好在 POIE70 不仅带来了全新的影像技术，还有新的名字和新的芯片，我这老 P 系列用户可就不困了啊。那这次 P 系列首发只有 Pro 跟 Ultra， 我这么宠粉肯定是一步到位，直接买三台 Ultra。 我估计啊，肯定有不少 P40 Pro 加 P50 Pro 用户还在观望中。那最近关于 P70 Ultra， 我估计大家都是和那些新机去对比，那咱们作为冷饭博主肯定得先照顾到老用户的感受，是吧？这不值得大家给我们一波三连吗？那这期就来看一看华为 P70 Ultra 能不能成为 P 系列新的巅峰，成功拔掉 P40 P50 这两代的钉子户。不过这个 Ultra 终归还是贵了点，大家有没有想看 P70 Pro 或者 P70 Pro 加的浅谈，举个手我看看。这样吧，本期视频点赞破30000，我拿周期5月份的工资再给大家伙火速安排新的浅谈，肯定是很详细那种，怎么样？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生，几日不见甚是想念啊。 P 改名这件事儿最近也算是吸引了一大波关注。要讲这个故事啊，华为曾经可是有四大中流砥柱的，从高到低是 D 系列、 P 系列、 G 系列跟 Y 系列，刚好对应 Diamond 钻石、 Platinum 铂金、 Gold 黄金，还有 Young 年轻。一些年纪比较小的朋友可能只听说过 P 系列，那是因为很多元老逐渐变成了我们熟悉的其他名字 Mate、 Nova 跟畅想，只有 P 系列硕果仅存。那大家觉得 P 系列是靠什么成为机圈的常青树呢？我盲猜这个时候弹幕可能会飘过设计、颜色、拍照。那其实这些都对，那我再总结一个词儿，与时俱进。大家有没有同感啊？历史最长的 P 系列反而现在看起来是最年轻的，因为它一直跟着时代在改变。在华为需要次旗舰的时候， P 系列是仅次于 D 系列的 P。 那在华为需要发展影像的时候， P 系列就是 Photo。 那现在 P 系列有了自己新的名字 Pure。 你有机会今天想要买点什么呢？我想要一台 P70 Pro 加，送手机壳的那种。我们店里没有卖 P70 Pro 加哦。可是你们有超大杯吧？还有有手机壳。还有有超大杯有手机壳，就把它们卖给我就好了。啊，你说的是 P70 Ultra？ 那麻烦给我来一台 P70 那个。讲出来。 P70 Ultra 自带普通壳。好的，没有问题。请问还需要壳吗？啊，我们店里的普通壳是树皮壳。什么叫做普通壳是树皮壳？就是自带普通壳，就是树皮壳。那如果我跟你要的是树皮壳，会是你们店里的普通壳，还是你们店的树皮壳？算了，没关系，就照你们做的就好。好的，谢谢。超大杯不要磕。而这个 Pure 不叫普拉，于总念的是 Pure， 咱们就以于总为准。这是西班牙语单词，意思是纯粹的，跟 Mate 放在一起，好家伙，正好是纯粹的朋友。所以老罗说卖手机不挣钱，就是交个朋友。那这个搭配还挺有趣的，不知道华为是有这个考虑，还是我们过度的解读。但不管怎么读都不影响，我们还是叫它 P 啊，还是我们熟悉的味道。如果你是 P 系列老用户，对它大部分的期待都能在这台手机上得到正反馈。那最明显的就是这个设计跟手感，很长一段时间里啊， P 系列都是机圈设计的风向标，界面色啊、感叹号、洛克可白都是友商之后纪念的对象。那上次苏七对比极客林立的视频，我问大家是喜欢雷同但好看的设计，还是喜欢原创但有争议的，当时大家给的答案很复杂。那现在手机这块，我觉得华为就属于后者。 P40 的精致矩阵， P50 Pro 的万向双环， P70 直接是不规则的图形啊，这个是 Ultra 独享的 moment。毕竟相机的配置升级不凸包不住啊，做成矩形太大，网上不就有这个工程机的照片吗？我觉得还真不如现在这个的。同样 Ultra 独占的还有 Xmage 的金属标签，不仅和其他版本做出差异，还能把模组垫高，降低视觉的厚度。你别说，跟 Vivo 的云机有点像，平时拿的时候手指头刚好就可以抵在这上面。这次 Ultra 牌面很足啊，毕竟是10000起步的手机，包装变成了以前 UP 专属的大方盒，还送了一个很好看的保护盒，套上以后袋口跟上面的花纹正好呼应，都是 P 的形状。这壳以华为的风格，估计单卖怎么着也得100吧。不过它本身对手机没有太多保护，背面的摄像头呢它都覆盖不到，正面的屏幕贴膜以后也是凸出来的。难道说这也是华为对玄武鲲韬玻璃自信的表现？
所以 P 系列到手后往温记 M9 上一放、啊啊、哎味儿真香。 P 系列一直走的都是那种年轻路线，像 P40 跟 P50， 但也有问题，除了黑色好像没有特别稳重的，包括我现在用的 X100 Pro 这个爱马仕橙，我觉得还是太亮太骚了，我其实不太喜欢，所以这次看到这个摩卡棕后我眼睛都放光啊。这个颜色有点像致敬了 Mate 8上的摩卡金，但又不像 Mate 那么的爵士，属于是时尚里加了一些值钱的感觉，沉稳里多了很多时尚。这种复杂的配方，咱们也就是说这个配色之前是不是就叫 P70R 才打算啊，这是临时改的，最适合我这种现在不上不下的年纪。开个玩笑啊，喜欢什么颜色全看个人，跟年纪没有什么强相关。代表青春的颜色肯定也有啊，这个香颂绿属于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莫兰迪色彩，是比较淡雅的绿色，小姐姐肯定都说好。那不过要说配色呀，咱这个 P40 Pro 加陶瓷白，我觉得男女同杀，吹过无数次了，今天不多说了。那好，那我继续拿出这台猛男粉 P50 Pro， 阁下该如何应对？只能说好的配色跟设计一样啊，永不过时。大家更喜欢这次的配色，还是以前老 P 的方案呢？ P 系列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手感比 Mate 好，那华为总能在影像堆料的同时做到相对的圆润轻薄。那咱们再来看一看白陶瓷 P40 Pro 加，简直是温润如玉。而 P50 Pro 跟 P60 Pro 也属于当年影像旗舰里的小而美。那这次 P70 Ultra 为了塞进1英寸镜头做成了伸缩式，伸出来后还有个红圈，那华为真的是太懂了呀，打开相机它就会伸出来，切换其他镜头也不会缩回去，除非是前置。那它也有滴落检测，脱手后它会自己缩回去。防尘防水这块 P70 Ultra 仍然有 IP68， 那这个需要交给时间去检验。虽然 P70 Ultra 机子太小，但体重跟陶瓷机身的 P40 Pro 加一样，拿在手里因为比较薄，屏占比高，感觉这个密度很大，有点坠手加头重脚轻，可能也是为了保证三维吧。这次 P70 Ultra 只有素皮，那我是狂喜了，但有些不喜欢这个材质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可惜。哎呀，这个白陶瓷估计再也回不来了。以前的 P 都说是背影杀手，但 P70 的正面啊变成了杀手锏，边框很窄的四等身微曲屏，而且不是四曲面配直角边框这种骚操作，从屏幕到边框再到后盖基本是一个完美的圆弧。那从这看让我想起当年的 iPhone 10，同样是一个盘起来很舒服的手机。那各位 P40 P50 老用户看到 P70 Ultra 的外观有没有心动呢？来给它的颜值打个分吧。那纵观 P 系列的历史，华为每次都在尝试新元素，那 P70 可以说是最大胆的一集。如果说让我给这三台排个序，那就是 P40 Pro 加大于 P70 Ultra 大于 P50 Pro， 没办法，还是对这个 PPP 多少有点情怀在。按照正常的更新节奏， P70 应该用的是 Mate 60同款麒麟 9000S， 但这次华为居然给了一颗全新的芯片麒麟 9010。 它和 P9 和 95 那个超平板的950还不一样，麒麟 9010 是用上了全新的架构。单从参数来看， 9010 还是8核12线程1加3加4的三重级设计，超大核频率降低，中核跟小核频率小幅的提升。经过跑分，9010在超大核频率降低的情况下性能还提高了，请把蒸汽打在公屏上。虽然这个芯片的性能放到现在肯定不算强，但说实话也不是 P40 和 P50 这种老麒麟能碰瓷儿了。根据 PerfLog 性能狗的数据， P40 跟 P50 可以说是涡轮放出，一个光锁帧就锁了三次，另外一个是不锁帧但波动非常明显，最后 P40 帧数比 P50 还高了一点儿，这您受得了吗？ P70 表现自然最好，关闭插帧以后原神平均 56.2 帧，在第24分钟的时候没挺住还是锁50了，这率高的代价就是功耗高温度也高。P70 这趟下来跑到了 5.6 瓦，机身最高温度 46.4 度、啊、P50 只有5瓦出头，温度也比 P40 低了 0.2 度、啊、P70 这个成绩比我想的要高，但总感觉没那么简单。果然呀，数了一下分辨率，这三台手机的原神只有 640p， 比默认的 720p 还要低一些。原神压力太大，咱们就换一个轻松点的王者荣耀，看一看中低负载的功耗。目前 P70 跟 P50 不支持120赫极致同开， P40 屏幕最高90赫兹，但游戏里最高只有60帧。那这些对于 P70 Ultra 来说还是太简单了，一条直线90帧拉满， P50 Pro 小波动还是多了一点，那在功耗没有差太多的情况下能接近满帧。 P40 这个60帧压力最小，那当然成绩没问题，最后测试下来功耗也低，整机不到3瓦。那就这个结果来看，9010高负载下性能更持久，领先麒麟9000跟9010不少，但他们都不属于那种很适合玩大型游戏的类型，特别是 P40 Pro 加虽然美，但今天这个性能限制还是太多了。那之前有些观众说咱们这个续航测试模型不能反映现在的情况了，那我们今天正式启用新的模型，那减少了一部分的游戏时间，但整个的模型负载是变大的。
当然旧标准我们也测试了一遍，主要是跟当年鼎盛时期的 P40 P50 对比，顺便来看一看同一个机型新老标准的差异。其实这三代 P70 电池容量一直在变大，不出意外 P70 Ultra 这个续航成绩最好，老标准剩余 53%， P40 跟 P50 当年就比不过，那现在算上电池损耗更比不过了。那在新的标准下 P70 剩余 49%， 那等过几天的浅谈看一看其他手机会不会陆续上来然后被 KO 下来啊。P70 Ultra 的充电规格又提升，变成了100+80的组合。哎呀，这回 P70 的充电终于是站起来了，这是华为第一次用超过50瓦的无线充，隔壁装100瓦的充电头也能正常触发。实测 P70 Ultra 37分充满，如果是 P50 老用户，那就是洗个澡多充10%， P40 更是直接多了20%左右。这些提升在你遇到一些急事的时候还是挺重要的。芯片和系统紧密相连，软件结合可以说是华为的看家本领。去年 Mate 60的流畅度让大家震撼了一把，不止 Mate 60， 我那个 P40 跟 P50 更新鸿蒙4以后感觉也流畅了不少。20个应用的打开测试， P40 第一轮的用时居然跟 P50 差不多，也没有比 P70 慢很多，这就离谱。但先别刷全体起立啊， P40 后台杀疯了呀，20个只活了5个，那是一边打开一边杀呀。 P50 倒是好一些，杀了7个，而 16G 内存的 P70 Ultra 肯定是最好的，那后台杀太多就会影响后面的成绩，所以第二轮 P40 比 P50 慢了18秒， P70 依旧是遥遥领先。神奇的是，虽然他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热严重，但动画依旧很流畅。于总果然没有骗我，手机发烫以后我们的性能更加出色。我估计这可能就是华为老用户觉得自己手机不那么卡的原因，只是老手机毕竟是老手机，很多时候都已经力不从心。你要这么想，华为老机型优化的这么好，那新机型只会更好。这次 P70 Ultra 预装鸿蒙 4.2， 系统的模样改变不大，主要是多了几个有意思的功能，比如新的互动主题。顾名思义，主题可以和我们互动。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趣味场景，锁屏跟两个人来打网球，我只要盯着球看，两个人就不停的击球。心情主题就比较魔性，有地铁老人看手机，还有666、摸鱼、我方了，都是一些经典的名梗。那总之，这就是更符合中国宝宝体质的 emoji。啊，对了，鸿蒙 4.2 的相册终于支持 AI 消除了，只要场景不是特别复杂，用它消除路人或者给照片去个水印都是小意思。所以传说中的 Next， 华为什么时候能端上来呢？那这次我对 P70 Ultra 这么期待，是因为至少从硬件上看，华为自从 Mate 40 Pro 加之后，再一次达到了主流超大杯水平，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有独享的黑科技，不再像以前华为的手机啊，硬件直接输在起跑线上。不过聊硬件之前啊，我想先说两个新功能，我体验下来感知比较明显。以前都不是吐槽华为的拍照体验差吗？华为这次给你丢了一个闪拍模式，那什么叫富城子夜呀？那的确，很多友商有抓拍模式，但华为是加了一点点的科技与狠活，有一点当年第一次用夜景模式的震撼。不管我预览窗有多糊，最后的成片都会变得清晰的。如果一次性拍很多张，它也不会中间几张丢算法，只是需要时间，按照从新到老的顺序一张一张处理。那4050老用户看到这里是不是心动了？那我还没说完，这个功能晚上不建议无脑开，画质会变肉，而且有时候活动幅度太大，算法也救不回来，毕竟是短快门加多帧算法，对光线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另一个功能高画质也是比较挑光线，它需要在你设置里面手动开启，这个功能有点像苹果的 Max 模式，只要光线允许就会自动输出一张大概2400万像素的照片，而且是每个镜头都可以。实测它主要对主摄的提升比较明显，原生焦段下相比于 P40 P50 P70 Ultra 这个线条不再有锯齿，减轻了一些锐化，所以我个人是建议一直打开，反正到暗光场景它也会切回1200万，挺智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拿 P40 Pro 加跟 P50 Pro 来检验一下 P70 Ultra 素质有多大提升。一英寸主摄，最大 f1.6 的可变光圈，再加 RIB 和传感器微视防抖，这些综合在一起可能是目前手机进光量最大的主摄。就算你把灯全关了，这种极限场景 P70 Ultra 还是能拍得很清晰。而排在第二的不是 P50， 而是 MX700Y 的 P40 Pro 加，底大一级果然压死人呐。一般的夜景三台手机的动态范围还挺接近的，只要不是特别亮的高光都能压下去。 P70 Ultra 毕竟是24年的手机，算法更好，暗光场景这个色彩会更准，另外两台都有不同程度的偏绿，那这也是当年很多旗舰的问题。而 P40 Pro 加还是老问题啊，容易把红色的灯拍成黄色。白天 P50 Pro 跟 P70 Ultra 发色接近， P40 就有点过艳了。那华为这个从 P50 Pro 开始主打的原色引擎也是有点东西， P70 也给延续下来了。前两年我用 P50 Pro 最大的不满就是主摄的锐化太严重，观感还不如 P40 Pro。
如今 P70 Ultra 有了1英寸加持，两倍裁切的画质没得说，颜色跟细节都非常夸张，华野是直接给了你个两倍的快捷按钮。那老机型虽然画质我觉得搞不上去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软件 OTA 一下，这个真的比那个滚轮方便很多。你敢相信 P70 Ultra 的主摄就算拉到三倍也能和 P40 Pro 加的三倍真光面打一打，综合来看有4-6开的水平。华为祖传的 AI 高像素 P70 Ultra 也有，那结果不出意外，老机型再次败下阵来。那讲到这儿，老用户也不用难过啊，咱就是说 P50 Pro 有个黑科技，也就是这颗 MX600 的黑白镜头。这颗镜头不只能辅助成像，它在切换黑白模式的时候能直出，这个效果大家看一看是不是特别的哇塞。而 P40 P70 这两个是算出来的，就感觉不是一个东西。长焦的情况会有一点不一样， P70 Ultra 是一颗5000万像素 f2.1 的全新潜望式长焦，不过在目前这个物件下，平时就算开启高画质模式， P70 Ultra 原生焦段的细节对比 P50 Pro 没有太大优势，比 PVP 的3倍倒是强很多。可 P40 Pro 加这个10倍真光面也不是吃醋的呀，白天切到10倍以上的高倍率，姜还是老的辣。我推测啊，这次 Ultra 的长焦大概率是 MX858，这颗 CMOS 上了2x2 OCL， 一部分像素拿去对焦了，这就会损失一些解析力，导致细节不如6400万的 P50 Pro。理论上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超分算法加 AI 解决，只是目前这个固件还不太行。那到晚上才能体现 P70 Ultra 的长焦的威力，它跟 P50 Pro 这两颗长焦到晚上都能明显比 P40 Pro 加的3倍强。P70 调用会更加积极，都不需要特别的暗啊，40跟50直接就会主摄裁切，老用户应该特别熟悉吧。那乍看之下还不错，但经不起放大，因为 P40 Pro 加这个10倍长焦底跟光圈都很小，光线一暗，它这个10倍真说不上谁好谁坏。极限夜景更不用说，这个就是能用跟不能用的区别。 P50 Pro 的长焦得拉到10倍才能强制调用，但已经没法看了，这个时候你看 P70 是不是像主摄拍的，屌爆了。这两年特别火的长焦微距 P70 Ultra 把这个距离缩短到了5厘米左右，那这个都是 P40 跟 P50 给不了你的全新体验跟构图。不知道大家平时用长焦微距多不多呀？而超广角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P40 Pro 加凭借大底画质力压 P70 Ultra， 都明显要比 P50 Pro 这个小底小像素强很多，晚上的差距还会更大。不过40的问题就是太窄了，话说大家现在都不怎么用超广角了，不只是华为，各家的素质都在缩水，那广就完事了。像 P40 P50 这种华为老机型还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录像很差。那好在最近几年华为一直在改善， P70 Ultra 对比两个前辈简直是降维打击。因为 P50 Pro 主摄底最小，所以暗部细节远比不过另外两台，至于动态范围跟色彩这些， P50 还是跟相机的表现一致，比 P40 强点，但不如 P70 Ultra。 到晚上这个结论依旧成立啊。对了， P70 Ultra 支持 4K 60帧的无缝切换，用起来就方便多了。这次我们甚至连录像的功耗都测了，结果就是功耗几乎一样的情况下， P70 Ultra 的取景框终于是60帧了，那前提是不过热，那但总比两个前辈好。说个冷知识啊，这三代华为 P70 前置都能录 4K 60帧，那别管用不用，规格拉满就有诚意。至于效果嘛， P70 好太多了。那就算是拍照差距没那么大，我个人也会更喜欢 P70 的发色。体验有一些小进步，比如多摄的统一性更好啦， P70 每个阶段拍出来都更接近，而且华为现在终于把夜景给融入到了自动模式，检测到暗光场景就会自动触发，有转圈和倒计时，不得像以前的华为老旗舰啊，只会让我端稳。人像更是大跃进， P50 跟 P40 的长焦不支持人像，两倍跟三倍纯靠主摄裁切，要是没识别到人脸，背景都没有虚化。涉及到算法的部分， P70 也有很大进步。那以上这三台手机都是基于目前的固件测试，我觉得啊，目前 P70 还有提升空间。我也遇到过一些匪夷所思的 bug， 比如这里把屏幕上的字给算没了，但即便是这个固件啊，在大部分场景我觉得也足以和这些老旗舰拉开差距了。所以 P70 Ultra 真的就是 P70 的救赎吧。 Mate 60的硬件属于是一眼就能望到头，但 P70 Ultra 跟友商站在同一起跑线后，看潜力我可以更多期待后续的 OTA。 那之后我们也会在新的浅谈里把2024年的新友商旗舰拿过来看一看它到底怎么样。作为通信大厂，信号是华为手机的拿手好戏，就好比说麒麟990 5G 现在的网速还是相当能打，信号好的时候 P40 移动卡下载的速度能在 300Mbps 以上，而 P50 因为只有 4G 嘛，网速始终上不去，延迟也更高。
尽管 P70 还是没标出来，但它就是正儿八经的 5G， P50 用户可以放心的升级。和 Mate 60 Pro 加一样， P70 Ultra 也支持天通、北斗双卫星通讯，规格甚至更高。首先 P70 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北斗消息了，以前只有畅联能连北斗，不过目前只有移动卡能用。那其次，北斗终于能发图片了。那咱们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外卖小哥给你拍个照，你不是才能更快的找到外卖吗？那同理，你遇到紧急情况求助的时候，发一下周围的照片，也肯定比发一个定位更容易被人家搜索到，是吧？那就是卫星的资源有限，图片压缩后这个非常的模糊，建议拍照的时候放大拍清楚，确保发出去以后别人还能看到关键信息。屏幕一直都不算华为的优势， P40 Pro 加那年独占三星屏问题不大， P50 Pro 就没这个条件了，既没有三星屏，也没有赶上好时候。而这回 P70 Ultra 的屏幕也是混用，我这三台里面有两台是维信诺，一台是京东方。那知道华为为什么要限购了吧？怕你买回去对比发现问题。有的人看乐子，有的人照镜子，这两种屏幕确实有差异，京东方的色准跟可视角度会好很多，维信诺这个情况比 P50 Pro 要稍微好一些，但是还是侧看会偏绿，亮度也是京东方更高，激发能到1680尼特，手动倒是差距不大，50跟70都是600以上，只有 P40 是450。而维信诺的优势在于功耗低，250尼特下功耗大概是 0.72 瓦，京东方会到 0.86 瓦。这个时候咱们来看一看前辈们啊， P40 P50 都快1瓦了。还有网友比较关心的护眼， P40 高亮度是三倍充 ADC， 低亮度是360赫兹的低频调光， P50 Pro 高亮度也是三倍充 ADC， 低亮度也会变成高频调光，频率是1440赫兹。 P70 Ultra 高亮度是360赫兹的低频，80尼特以下才是1440赫兹的高频。根据顾客机的数据， P70 的最低 SVM 值依旧高于 0.2， 属于是不那么护眼的类型。P40 的扬声器素质不错，可惜只有一边，如果你财力雄厚可以买两台组成双声道。 P50 Pro 给了双扬，但音量高了人声会破音，而这次难以置信， P70 居然在扬声器上堆料，顶部是歌尔声学的 115A， 底部是歌尔的 115K， 加上华为比较讨喜的调音， P70 Ultra 主打一个低音有力，人声清晰，跟前辈们比一耳朵的强。有多少创伤可少眼泪滴湿枕头，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有多少次的梦成空，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起潮落，别到最后你才发觉心里头的野兽还没到最终就已经罢休，但马达就没啥优势了， P40 Pro Z 轴震感太轻， P50 Pro 换成 X 轴打字更有劲儿。但到现在吧，面对各种友商的0916 1016， P70 这个0809震感不够强，只是反应会比 P50 快一些。或许解锁才是 P70 Ultra 最大的槽点，10000块的手机了还是短焦指纹。要知道 P40 是超薄加红外人脸识别，从 P50 往后全是短焦加普通 2D 人脸。据说华为的自研超声波方案也快了，抓紧呐，希望在 Mate 70上看到超声波加 3D 人脸的方案。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在巅峰时慕名而来，不在低谷时离你而去。但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按照正常的逻辑，不就是应该在产品好的时候支持，不好的时候离去吗？
所以好像很多 PC 老用户都在等一款真正搭载麒麟的相对没有短板的影像旗舰。从 P 到 Pura， 从 Pro 加到 Ultra， 改的是名字，不变的是灵魂。华为的 P 系列一直以来都有两大必杀技，一个是大胆尝试的设计。如果有一天华为的 P 系列随波逐流了，不再创新了，我反而会觉得有些奇怪，觉得失望。另一个必杀技更是华为的底库影像。从 P20 Pro 开始，每一代 P 系列都有领先同行的黑科技。 P20 Pro 首发 MX600， P30 Pro 首发5倍潜望， P40 Pro 加更是 MX700Y 加上10倍潜望。后面华为遭遇制裁， P50 Pro 掏出了黑白加三摄的融合算法，那颗 OV64B 到现在还是旗舰主流的 CMOS。 即便是 P60 Pro 也有 F2.1 的潜望长焦微距，而 P70 Ultra 的伸缩式镜头跟全新的潜望长焦再一次刷新了极圈的记录。如果这些老用户还在等一个影像旗舰，那么对于 P40 P50 老用户来说， P70 Ultra 就是最好的选择，而 Mate 老用户也可以把它当做 Mate 60的影像加强版。而且我大胆推测一下， Mate 70的影像大概率不会超过 P70 Ultra， 那就像蒸汽机 Mate 60的影像不会超过 P00 一样，那当年类似 Mate 40那种情况不会再出现了。那如果猜对了，希望大家来回来刷预言家，如果我猜错了，肯定是因为华为看了我们这个视频迷途知返。哎，我一直都是这么的深藏功与名。但话又说回来，这几天经过跟 P70 Ultra 的相处，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 P70 Ultra 的表现满足了我对于它大部分的期待，从 P40 P50 换过来的确会有全方位的升级，更强的性能，更长的续航，更快的充电，更好的屏幕，当然还有进步最大的影像，大概率是能爽到的。用一个知名博主的话讲，4月18号以后不买华为就没有借口了。但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数码圈的老油条，这两年我用过太多友商的顶级旗舰，所以 P70 Ultra 目前固件下不再像 P40 跟 P50 一样给我当初那种一骑绝尘的感觉。尤其是考虑到 P70 Ultra 是一台起售价10000的手机，大家支持可以，但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量力而行。哎呀，手机发展到一定高度后，如果没有新的赛道和突破，进步就会变小。而且从 P40 到 P70 已经过去了整整3年时间，华为艰难前行，国内的友商呢在加快脚步，国外的友商却在互相摆烂。面对失去的时光，我觉得华为需要加快脚步，所以华为给 P 系列改名，用上全新的芯片，想用小步慢跑的方式让那些挤牙膏的厂商知道，龟兔赛跑不只是故事。